码就是因为你被解雇，所以我应该要这样说，在不同的站能不能透过当地换一个地方，然后在落实方面就是说进行一些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些行为是不能台湾的，但是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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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经典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是跟大家集体回忆的时候更多的话这个问题你是科长，科长回答我不透露啊，那你不透露，先说不透露，就是让大家有点信心。刚才我讲的是，这还挺不错的。不行，吃完还是习惯性，因为你重就代表你的体型就增加了，而且很容易会变胖。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也会上面有很多，每一个细节上面都是很潮湿。看你的衣服上面为什么我们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的服装某程度上面是因为跟那个智能舞台所有人更换的差别，所以不是说要改变。人手的服装都比较厚一点，所以你穿上去尤其是刚好，如果你胖了一点点，那个衣服就穿不上。所以对我来说，连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要我自己要对自己。其实我的严格是从出道的时候，慢慢去调整自己，变成有些规律，还有自律性。所以我觉得，所以基本上每一次演出都是有点感觉是不一样的。
想到说，然后就是现在到下半年有没有要开始来看电影？大家做一些真正，尽量去真实多一点，让大家享受的灯塔。小雨，因为小雨的最小的是13，刚刚才是2。现在一个时代很发达的嘛，有视讯吗？有视讯啊，而且家里也有监控啊。哦。对啊，我睡不着，我每一次我在工作完之后，不管我在哪里，我睡觉之前，尤其是在香港的时候，我都会打开看看，哎，女儿睡着了，啊，爸爸来，哪一天在干嘛？好，在玩，在干嘛？还是睡觉了，我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做一个。父亲应该我也是在学习，是我们的一个阶段，要学习，还要做得好。所以，不得不不能接各大有一个叫成长，没错，就是这样子说说。误会一点点，一点一点一点，真的很开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成家，为什么要想要。希望在某一个时间，觉得自己可以下来，就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我现在感觉就是，真的是，我能天知道，听到我的那种呼唤，然后就给我这样，然后完成我的这个任务，应该是这样才完成。尤其大宝，大宝现在已经在听队员了。会跳吗？可能是他公公跟外婆，他在香港，他们来上海要。